大家好，今日嚟江南西饮茶，紫药丽啊，有一间紫药丽啊叫江南西站对面办证中心隔篱，我第一次嚟，因为个工友以前嘅同事约咗。呢度江南西，问下间紫药丽咧，办证中心隔篱嘅，紫药丽喺边度啊？哦，紫药丽呢度 book 位啊，要 book 位啊。我以前我朋友开嘅，有两个石狮子嘅。我个朋友开嘅嗰间饭店，而家做咗呢啲，哦，好多人 book 位啊。紫药丽就呢度啦。D100请用餐。D100紫药丽，紫药丽第66店。紫药丽，佢未，我嗌嗰阵时先起身。系啊，厨房啊呢度，食过椰粥。蒸笼呢度，呢边一个厅，呢边一个厅。啊，边个请我哋？分支点咧？唔得。啊！呢、这个炒粉嚟嘅，系啊，几靓啊！呢、这个炒面，炒面，炒粉嚟嘅，炒个系啊，炒粉嚟嘅，米粉嚟嘅，系啊，呢、这个米好靓嘅都，几靓啊！我哋去新必点嘅，去嗰个中山八路，又冇唔系好多油，饺子，必点啊！你个老师系整鸠我去做工人。盐博餐啊，呢、这个带到脆皮啊！哦，啲人话死啊，几大都俾得住咯，咁啊，都好威快。仲要喂，日日出去做运动噶嘛？紫药丽，日日都出去做运动，佢都拼人嘅。你个老师系整鸠我去做工人？系啊，而家征收补翻俾佢。就要噶啦！嗰時我哋買嗰時又係30多萬啫，唔係27.5萬啫，加埋手續費30萬。佢老豆有眼光啊！佢老豆有眼光，我老豆咁早啊買咗間舊屋。我老豆乜都冇嘢留，就留咗間屋出嚟。咁就夠啦。錢就已經使曬落去身上啦。嗱，我買嗰墓地都未夠錢買，你而家買嗰個40000多元，我同我家姐一人一半，一人我老豆就有10000多元剩。咁啊，乜切咗落去，我哋两姊妹都要一人攞翻10000多元。你而家买嗰间几多钱咧？我而家买
徵收咗買嗰間幾多錢咧？都話27萬幾咯。唔係啊，你而家阿媽住緊嗰度啊，重新買啊。你就27萬幾咯，買嗰時。江南西呢條咩街我唔知道。24小時不打烊，紫藥禮。隔離辦證中心海珠區，啲人辦證去澳門、香港護照，紫龍大街啊，叫紫龍大街。知啦，呢度入一雞死一件啊，冇屍隊啊。彩青啊，绑山菜，买咩嘅啫？点心啊？哦，点心包啊！哦，彩青啊，一条烟，有葱有芹菜有蒜有包。系啊，嗱，一扎紧啊，有包有烟，有利是有烟，可能优惠啊啲包，你买买俾阿妹啊？三十八蚊赠送38蚊前像，买一送一啦，等于买一送一啦。好旺啊！未狮子未舞。飲完茶出嚟，